廣東呢啲地名你識唔識讀？廣州番禺讀番禺，千祈唔係讀成番禺。呢個番字有兩個讀音，一個係番，一個係番。表示地名嘅時候就讀番。順寮灣惠東已有個好出名嘅旅遊區，第一次睇呢個名係咪一頭霧水呢？呢三個字讀順寮灣，順係八卦中嘅一卦，代表風；寮係指小屋，通常有寮字嘅村名，主要分布喺黏平半島、西之江兩岸以及東江兩岸地區。蛇崗鎮，蛇崗鎮，蛇崗鎮係梅州縣區嘅一個鎮，呢度有個蛇族。是一个我们国家较少人口的少数民族来的。蛇岗有很多特产，其中菊花糕和姜糖最出名，而且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添。这个就很有意思了。黄埔众所周知，在广东话里面都是到黄埔，但是在普通话里面就是到黄埔，不是到黄埔。而且这个埔字多见于广东、香港、福建、台湾等地，我国其他地区很少用这个字的。记得下次食用了吧。